小哥哥，为什么说我们摩羯凭实力单身？摩羯座单身的原因很简单的：一，想找对象又嫌麻烦；二，内心想法太多又不表达；三，太过于独立和高冷，难以接近。他们既羡慕别人成双成对，又享受着一个人的孤独和自由。他们既想重新结交新朋友，又不想为了别人而打破自己的生活规律。所以，摩羯座真的是凭实力单身啊。